啊，记得我之前去迪士尼玩，还有一个东西我超想买的，可是我最后没有买，就是因为太贵了，就是它是一个好像是白雪公主还是哪一个公主的造型的那个围裙，就是煮饭的时候可以围它，然后它设计的超漂亮，就很像一个公主造型，然后我就很想买。哎，我记得我照片是不是还有留着、啊？我找找看，我有没有留着那个照片？我看一下有没有留下那个图。我有，你看。等一下哦，我竟然有，这是几年的、啊？2016年7月1号，2016年7月1号的照片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看是不是？好想买哦，天哪！然后我记得太贵，最后我买不下去。对，然后我有拍照留下来，你看我多想买，我到现在一直留着这个照片，你就知道了。是2016年7月1号，跟王欣还有我妹一起去的时候，对。这次是跟王欣还有我妹一起去迪士尼，然后我买了这个。我买了这个夏呆米奇脸，这超可爱的夏呆米奇脸。我买了夏呆米奇脸，反正我就是谢谢冰雨的可爱羊驼，我就是一定会买一点东西回来的人，但我不会花很多钱，但是我一定会买一点东西回来。对，夏呆米奇，天啊，好想去迪士尼哦！你看我们以前好青涩，好好笑。大家都说我不会穿，对啊，因为我不会煮饭啊。我确实有可能不会穿。天哪，那时候好胖，我不要再给你们看一次，那时候太胖了。